设备展示。电控，打开主键源，打开上升按钮，设备开始上升。这是安全锁，每上升一级有一个保障。触碰限位停止上升，可以锁紧。下降，解锁。这个下降的速度可以调节，不要太快，安全第一。当下降到此位置时，可以松开手。这是自助半自动式停车设备。有车，设备会下降的快一些。设备下落到地面，可以给设备停止。